时代进步，耗电量剧增，造成发电厂负荷量大，加上二氧化碳大量排放，环境的污染，全球的暖化，影响地球盛举。大家好，直接要耽误咱几分钟的时间，我现在要来介绍咱公司的节能电扇甲一般市面上的电风差别伫倒位啊？一般的电风，家庭用的甲工业用的，你爱分开买，为虾米？因为家庭用的，你买工业线，风伤大，大台佮电雷佮无好看。啊，你若工厂要用的，你买14寸的、16寸的，风雨佮伤细。而且一般的电风，敢若分三段尔，还佫食电足伤。尤其是家庭用的，以咱台湾亚热带的气候，有时啊寒人，无吹电风会热，啊若要吹会寒，吼伤脑筋。来，直接我来介绍一支全暖位的省电电风。啥物叫做全暖位？注意听哦，咱的电风吊壁也使，踩涂骹也使。还佫有定时，1点钟、2点钟、4点钟、8点钟，看你要设定几点钟。啊，咱摆脱用独立的小马达，袂亲像一般的电风用久的，无偌久久久歹。过来，咱的电风会当分做九段，上班的若像得会开成迄种风，红个啊，啊甲年岁较悬的人来吹足适合。啊，咱上大会当调到工厂咧用的风量。咱的造型是16寸的形体，你会当当做家庭用的，也会当当做工业线。你要放伫倒位啊吹，拢会使。客厅、房间、办公室、工厂、店面都可以。还佫有，咱有精油芳香的功能，而且咱的电风佫会当遥控的。安尼是毋是全方位？毋是安尼尔。来，我即摆要来讲咱电风的介绍，佮伊食电量的比较。注意听，你唔当是讲电风俗就是省钱，我甲你讲错，错在哪里？一支哦，一支是原木的，一支功能甲我咧讲的拢同款。好，一支若亲戚朋友嫁娶入厝，还是新开幕，上座高级美观，佮有体面。一支若要爱的人较讲，来，一支是一般18寸工业线，伊市面上介绍是1650，莫打报告一档。啊，这是咱16寸的，会当做徛线。咱的介绍是2480，咱的莫达报告是3年。咱甲电风的风量，两台拢甲调甲变大来比较。一般的工业线，伊的食电是145瓦，咱的是50瓦，对不对？后来咱来看表，莫打咱的报告3年，一般的是1年。同款的风量，咱食50瓦，因食145瓦。咱的介绍2480，一般的电话介绍是1650。过来就是咱这电钱的算法，来，咱一年咱的电风50瓦。一年拄啊食144度，啊，咱搁甲升1度4.5元，咱一年的电钱拄啊开648元。后来咱来看一般的电风，伊食145瓦，伊一年拄啊食417.6度的电，咱升伊1度4.5元。一般的电风电钱一年爱食1879元。后来咱来甲算第一年，咱的电风的钱。2480加电钱648元，咱第一年咱拄啊开3128元，啊一般的电风呢来1650的电风钱，佮加1879元的电钱，一般的电风一年第一年都要开3529元，比咱较济。第二年咱嘛是电钱啊，因为咱报告3年，咱开648元，啊一般的电风。咱嘛用电钱甲算落去啦，咱卖买啦。
爱开1879块。后来第三年，咱嘛是同款去开648块，但是一般的电风的，袂当用到三年啦，大部分哦。第二年再换啦，咱这第三年再甲换，来1650加1879块的电钱。第三年嘛是同款3529块。后来，咱三年总甲算下，咱买这台电脑，咱开偌济钱？拢总挂电钱开4424块，爱半电脑呢，加起来都8937块，加咱的两倍多。安尼是毋是俗的？不但无甲你省钱，搁加开钱咩？安尼各位老板，一般的电脑你敢要搁用？考虑看卖啊！而且咱的电脑毋是要你用三年尔，咱的电脑所有的零件的模具，全部是咱公司家己开发的。零件歹去拢有替换，保证袂欠费。咱的电脑完全台湾制造，采用公司家己制造的 DC 马达，会当互你用足久，省足侪电钱。心动不如马上行动，若无电钱就立甲痛痛痛。非常感谢，即摆我伫遮要互恁一个良心的建议，恁厝长时间在用的电风紧收起来。换咱来为你服务，互你省电省钱。收起来电脑唔当易塞，等到有时阵厝诶闹热、聚餐、聚会、人济，电脑无够用诶时阵，会当摕出来用，拄拄好。一般的人会依价格购买商品，聪明的人会买下产品所提供的价值。咱诶电脑有两礼拜鉴赏期，拄则讲诶，咱诶电脑诶特性甲功能，哪有一项毋是事实？公司原金2480块退还你，大家无输赢，直接耽误你的时间，非常抱歉，多谢你。各位乡亲士大，大哥大姐，咱的电风市价是2980块，今仔日你若要买，只要你将你的大名、地址、电话留予导游小姐，或者是咱的司机大哥，介绍直接1500，公司会直接栽配到家货到付款。只要2480块，谢谢大家。